石墨鱼能量饮，营养补元气。吃石墨鱼精华是养，药膳是补，同时兼养跟补，靠手上这一包，它不需要放冰箱，我比较建议空腹喝。它是金黄色的，它的萃取技术叫做全效冷萃技术，就是把大分子的蛋白质，分解成小分子氨基酸，全部的鱼的营养，包括鱼头、鱼骨、鱼尾、鱼肉都可以吸收。生完病之后调养身体也可以，孕妇也可以。然后你看它还有 omega 3，然后还有丰富的矿物质，是跟丰富的维生素。对，因为是药膳基底的调味，所以它蛮适合运用在料理。它本身鱼精它可以带出蔬菜的甜，其实不是只有老年人需要吸收快一点，小孩子成长期的时候，早期的胃口不是很好，怀孕的妈妈，对，这时候你就用这些来做补充品，其实也很好。